你工作单位要不说我们宋帅是有点无厘头搞笑的。这天艾宝还没吃完自己手上的竹叶，便向宋帅要他手中更嫩的。宋帅便叮嘱道，先把自己手里的吃完，不要浪费。在咄咄逼人的眼神杀下，宋帅只能认输。不要盯着我的手看，你吃完了自然会给你。